1月16号晚，董又霖与王晨艺现身2020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现场。两位都有着坚定梦想的少年，在湖南卫视春晚携手带来合作舞台。看现场别出心裁的灯光和舞台设计，大家能猜到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演吗？歌手加舞者的搭配，相信他们同台一定能够带来超级惊艳的舞台。此次董又霖和王晨艺也是首次加盟湖南卫视春晚，超级期待两位小哥哥的精彩表现呀！芒果新闻1月18号晚7:30，2020湖南卫视春晚不见不散哟！不打。